新公出版社的是老板，自从知道我跟侯秋桐闹翻之后，就很积极地网罗我。他知道我没地方住，就要搬过去跟他住。男的女的？什么男的女的？那个许老板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现在只想逃离台北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，夺回我的世外桃源。所以那个擅自跟出版社联络的三角猫律师，可以帮我约一下？我想自己跟他谈一谈。我不知道律师已经先跟出版社联络过了，那我回办公室再打个电话帮你确认一下。喂。哎，我马上下去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我未婚妻还在楼下等我。你快去吧，别老是让人家等。Thank you.